大家好，我想同大家讲声咧，金铺咧真系大镬啦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EG 大国际》。因为头先咧，我嗰边咧就拍紧酒 game 啦，同搞屎棍佢哋成班人一齐玩。然之后中途咧，我唔小心喺出边滴咗道门，然之后大家帮我爆咗个锁啦。爆咗锁之后啊，我而家入咗房，但我发觉我点样都开唔翻道门啦。有冇人可以话俾我听，如果自己反锁自己喺间房入边，应该点打算啊？我仲要啱玩完酒 game 依其实醉到一个地步。好彩阿婷同埋我唔系一齐反锁咗喺入边咋，因为如果阿婷都喺埋入边咧，咁呢个世界就真系末日啦。咁但系依家阿婷就喺出边帮手解救紧啦。咁我自己咧就喺入边等紧解救，同时咧我亦都尽量咁解救紧自己。用系咁扭呢个方法，我会唔会饿死喺入边噶？好颈渴啊，好似撞水咁。有冇人话俾我听，除咗撞爆龙门之后，应该可以点做啊？嗯，即系点啊？即系点啊？如果我喺入边有啊，对唔住啊，喺入边嗰个系我啊，而我真系冇能用啊。我喺呢边帮手拆得唔得？你嗰边应该有粒嘢，咪可以揿落去咧。我知啊，大肥都有同我讲嗰粒嘢啊，但系我嗰边冇，我以为你嗰边会有啊。我扯紧啊，边个话属马人士2022系会行运嘅？我真系唔系咁觉得咯。file， 我有 file。 阿婷，你喺嗰边见唔见到 file 出紧嚟啊？试下呢个真 file 嚟噶。好，劏落去试下，系咪已经唔得啦？呢个方法有冇暴力方法啊？你有冇螺丝批？螺丝批，我有电批，够唔够啊？你解咗两粒螺丝。哦，他妈的，我见到粒螺丝，但我唔够位做嘢咯。粒螺丝就喺呢个位。系啊，就系嗰两粒螺丝咯，拆咗就搞掂。但我冇啊，我唔够位做呢样嘢啊。不如咁啊，用个锤仔一嘢帮爆佢咯！哇，劲啊你！第五，哎，哒哒哒！我想问开到未啊？道门仲未开到啊？啊，听打个招呼啫！我屌，仲未开到啊！救命啊！我顶！薯片都入唔到啊！呢个窿，哇，好多木框啊！呢度可以做布垫。阿婷，你喺出边用力踢啦，一嘢踢爆佢啦！我好惊成栋门飞过去我嗰度。我踢冧埲墙都未。系，我都系咁谂啊！我觉得可以停止，我都惊埲墙冧先嗰道门。总之咧，拆出嚟嗰嚿嘢咧，你拧嘅时候，佢中间有啲咩出噶？哇！呢个工程学嚟噶。佢会咁样缩一嘢咯，我 feel 到佢系缩嘅话，佢拉佢出嚟啊 ！PlayStation 钳，我估唔到有一日会用到你。你钳中间嗰嚿，你嗰个钳中间嗰嚿，你试下钳唔钳到呢嚿嘢出嚟 ？15 minutes later， 哇 ！OMG， 开到啦！我系将佢系咁夹实，然之后向后扯咯。哇，唔得，俾我出去呼吸下新鲜空气先。哇，顶唔顺。我依然相信你属马嘅人咧，嚟紧嗰年系会可能幸运嘅，但系真系未到年初一啊！大家呢一个咧就系若然唔想反锁自己而能够做到嘅做方法，即系首先咧，我想问你呢张先生系咩？嗰个窿仔啊嘛，你讲紧系呢个头先真系见唔到啊！你知唔知本身可以和平理性咁解决咗呢件事？因为呢一个锁咧，佢系喺出面咁样上落，所以只要你入边解多，就可以就咁掹出嚟。大家记得订阅 EG 大国仔 ，EG 暂时到而家咧都好捻黑啊！星期一、星期四先出片。诶，嚟紧洋装修嘅，可能真系缝唔到，但系一个礼拜点都出翻一条。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为咗防止呢个悲剧再次发生，我决定教下你点样搞掂呢个门锁，顺便可以俾啲唔知嘅观众。一个小知识啦，咁咧基本上咧门锁咧出同入都一定会有嘅，咁咧出面呢个基本上就唔会搞嘅，即系锁匙呢边。啊，咁如果你要拆一个门锁咧，同装一个门锁咧，一定系搞出呢边嘅，入边有粒嘢啦，咁啊笃落去，笃落去咧，咁佢就甩咗啦。然后咧就咁样拆出嚟，呢度有两粒螺丝啦。只要解咗呢两螺丝，可以好和平咁样解决咗呢件事啦， oh, 就唔需要拆咗佢啦。哦、oh, shit！ 然之后咧，你最后只需要将呢嚿嘢拆咗佢，装翻喺你度门度。可唔可以？可唔可以嚟啊？可唔可以嚟啊？就装啦，就装啦。好啊。先装呢个先啦。跟住咧，上翻嗰两粒，但系咧，矜持一日嘅，呢度门都系要换。好。
定翻只色。嗱，暂时应该冇事嘅。我出咗去先，定系我出去啊？定系我出去啊？阿婷，你令到呢条片变成一条有教育意义嘅片，恭喜晒我！瞓觉啦，瞓觉啦，瞓觉啦，可以瞓觉啦。